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自責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，能一朝得志，免受煎熬？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骄傲。可在亲友面前提到，亦不会像从前那般吞吐。曾经想过活着到底，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，多了我这么一个。然而是说再已没有勇气，或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，谁都可发光，只要找对地方，谁人都可发光，让我热情依然未干，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，从来没标准答案，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让我做我的主角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尽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。从前那般坦荡，曾经想过活着到底，为什么平凡人那么多，多了我这么一个。然而是说再见没有勇气，或是我暗里却拼命相信。谁人都可发光，让我热情依然未干，成败与否看我是怎么看，从来没标准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让我做我的主角。谁人都可发光，掌声火锤可以绘画曙光，管他怎么看，人生只得一次，为自己疯狂，假使相信就拼命去闯，迷令路笑着走过，明白像我亦可做我的主角。送给你们刚才的歌是《繁星》，希望你们都有听过这首歌和喜欢这首歌啦。然后很开心，我刚才听到林家谦他说了一些踢啦，咁就我今晚目标是要讲得流利过他啫，系我希望自己不是垫底那个，咁我来了。好，同埋都真係想講嘅，因為今晚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嚟嘅，雖然我就即係
調皮少少，但係都係好想用我嘅用我嘅聲音啦，去到將以下呢段説話去送俾你哋，就係、是、NAAC 旗下仲有中醫藥診所、社區診所同埋流動嘅中醫車，去到提供中醫藥、針灸、物理以及係職業治療等等嘅服務，為貧困嘅長者贈醫施藥。贈醫施藥呢四隻字我覺得好重要，所以我想俾啲力咁講。仲有嚟到地區咧嘅康健站，提升市民自我管理健康及意識嘅意識，及支援慢性疾病患者管理長期病。佢哋會舉辦健康講座啦、諮詢啦、展覽啦、健康檢查等活動，為基層提供醫療健康服務嘅。我嘅講話完畢。有冇俾林家謙好？如果我講得比林家謙好，我咪俾多少少掌聲。係咪冇乜志氣？如果要同林家謙比，即至少我都有感情少少。咁希望你哋有聽清楚我頭先所講嘅內容啦。咁就亦都即係無論係離島地區啊，都會設有呢一啲服務嘅。咁亦都好多謝你哋入場去支持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啦，或者支持今晚我哋嘅表演單位啦。咁今年我都推出咗一首我自己覺得對我嚟講好有意義嘅歌，係啦。咁係我嘅新歌，叫做《窮人的蔷薇》。咁好開心，我嘅第二次演唱亦都係奉獻咗喺呢個舞台上嘅。咁呢首歌係好希望寫低去到喺我自己可能喺唔同嘅階段啊，擁有唔同嘅事物嘅時候，都記得提醒自己咩先係對我嚟講最重要。咁可能就係、是大自然所供養緊我哋嘅一切，例如空氣、水、陽光，其實呢啲都係好重要，甚至係我哋人類最重要嘅嘢。但係往往我哋可能因為依家物質嘅生活，有時我哋唔記得咗，可能會因為有時買唔到一樣奢侈品而唔開心，但係唔記得咗我哋擁有緊嘅嘢，而為呢啲擁有緊嘅嘢而感到開心。咁所以就寫咗呢首《窮人的蔷薇》，希望你哋中意啦。世界也染上了怪病，多
少苦痛挣扎中难的伤病，难道亦是种把柄？多么渺小，无法去挽救奋战到底的心跳，坐着立着卧着亦觉不安烦扰，没法从心里抹掉各种天灾。呢首歌都仲算係新，咁所以我頭先希望佢再俾多好多嘅感情，令到你哋唔使睇字幕都聽到我唱緊啲乜嘢，感受到我想傳達一啲點樣嘅訊息。咁頭先係我嘅今年嘅第一首新歌，叫《窮人的腸味》。咁下一首新歌咧，就都好快會推出㗎啦。咁咧，希望大家敬請期待啦。今天呢就不唱這首歌住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不唱這首歌呢都是最好的安排來的，所以希望送回一首都是一直記掛住在心的十隻字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。